江南，你背我吧。咖啡暗藏玄机。我想喝咖啡。我从郑旭东家拿出来的那杯咖啡不是没有问题吗？我想设个局，吊住郑旭东。局中局，揭开藏毒之谜，撕开他的假面。请。普法栏目剧三级悬疑迷你剧《爱情有毒》大结局正在播出。你必须得死。也来两个饼啊，加蛋加肠的啊。干啥呢？怎么了？你说打开的车你？你喊什么？你说给我下来！我操你妈！快！别碰我！你吩咐不是不是？怎么了？警察上场！我操！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，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王小磊。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三集迷你剧集《爱情有毒》啊，所有的答案在今天都要有结果了，因为今天是大结局。那么这场关于爱情的迷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前篇的故事。主人公江南为了自己的男朋友郑旭东啊，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挪用公司70万块钱，而且还失手杀死了自己的老板。这老板不是别人，就是自己，啊，这个爱人郑旭东的哥哥。江南想，这郑旭东肯定会因此恨死我了，就不跟我在一起，不爱我了。可是没想到，郑旭东对于自己哥哥的死一点没放在心上，啊，而且还帮助江南藏起来了。那么这个钱到哪儿去了呢？郑旭东没拿到。因为江南的母亲发现这郑旭东跟女儿在一起别有目的，反正这70万块钱不能让他拿走，得把钱藏起来了。老太太看到女儿的这样的人生经历啊，看在眼里，是疼在心上，躺在病床上还不忘苦口婆心地劝女儿，你得走正道，拿着这个钱投案自首。可是女儿是执迷不悟，老太太一激动，一下子心脏病发作了，昏过去了。这江南是一下就麻了手脚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就赶快跑了。他以为母亲已经死了，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，觉得只有自己一死，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忘掉吧。所以他吃下了安眠药，幸亏有刘明阳的悉心照料，啊，他也苏醒过来。这刘明阳怎么回事呢？上一集故事当中大家都看明白了，江南呢老是在网上买些东西啊，这刘明阳老到这儿送东西，一来二去这刘明阳就喜欢上江南了。而郑旭东在这个江南潜藏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啊，种种行为，包括跟别人还去幽会怎么样，让江南慢慢认清楚了郑旭东的真面目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从一个叫白宇的人的口中得知啊，这白宇的姐姐宋秋月也有过江南类似的遭遇啊，都喝过郑旭东给的咖啡，那么之后对这个咖啡就有一种依赖了，并且郑旭东之前的女朋友都是会计，所以现在专案组把破案的重心就放在这咖啡上了。可是白宇从郑旭东家里拿到了咖啡，一检查，又没有毒啊。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你妈死了，那笔钱呢？钱你拿回来了吗？拿回来了吗？钱拿回来了吗？不是奶奶。滚！白宇，郑旭东跟你联系了吗？我开机之后就没打过电话来，奇怪，他应该很着急跟你联系才对啊。白小姐，终于等到你电话了啊。是吗？
我说白小姐啊，看你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真没想到是这样的货色。我差点就让你骗了，不过好在咱们是彼此彼此，你从我这儿占不到便宜的，你给我记住，如果你还跟我耍心眼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喂，他识破你的假身份了。这是迟早的事儿，看来我们得想个新方法来引郑旭东出动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看这画面里的这个阿姨原来是住你们这儿吗？这不是201房的阿姨吗？现在也住这儿啊。什么？您说他现在也住这儿？是啊，住了都一年了。可是他昨天不是心脏病复发已经去世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已经抢救过来了，现在正在静养呢。哦，好，谢谢您。谁呀？你是谁呀？是警察吗？阿姨，我不是警察，您是江小姐的母亲吧？我是您女儿的朋友。朋友？哦，不是，我就是个送快递的阿姨。是她叫你来的吗？不是，我昨天到她家里，她特别的伤心，听说您犯病，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，我就自己过来看看。这么说你知道他是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是个好人，很善良，并且一直挂念你。他平时过得好吗？哦，对了，阿姨，我拍了点视频，我可以放给您看。阿姨，您看。阿姨。哦，您这儿有客人，那我回头再过来，你们先聊。孩子，你快走吧。不行，我先不能走，我得告诉他您没事儿。哎，哎，你好，院长。什么？拿 DV 来的？好，我马上上来。什么情况？老许，有人来看江丹他妈妈。好孩子，谢谢你。阿姨。那我先走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江南，你被捕了。带去吧。你刚才回忆的作案过程都属实吧？我都已经被抓了，还有必要隐瞒吗？你藏了一整年。经济来源是什么？郑旭东，他会定期给我一笔钱。可照你说的，你亲手杀了他哥哥，他为什么要保护你？他爱我。现在呢？江南，你必须把你知道的和你心里所想的都告诉我们，这样对你才有帮助。我杀人了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谁也帮不了我。可你不觉得郑旭东对你做的这一切都很奇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
我让你见个人。小琪，你不是那天跟他在咖啡馆约会的人吗？白宇，把你的故事跟他讲讲吧。郑旭东是我姐男朋友，我姐叫宋秋月，以前也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我姐姐特别爱他，可是郑旭东和我姐姐在一起就是为了钱。和他约会我是为了给我姐姐报仇。这就是我姐姐的故事。不可能，你们说的都是骗我的，这根本就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我想喝杯咖啡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想喝杯咖啡。来人，来把他扶出去，叫医生。他和我姐姐的症状一模一样，这是一种慢性中毒的表现，就是长期被人小剂量的下毒。难道还是咖啡里出了问题？可是我从郑旭东家拿出来的那杯咖啡不是没有问题吗？小七，江丹怎么样了？医生已经给他注射了小剂量的镇定药物，但是他神志不清，所以不能继续接受审问。徐飞，那个送快递的刘明阳那儿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？我还是觉得问题出在咖啡上。据刘明阳透露，江丹曾经多次找他帮忙带老街咖啡馆的咖啡给他。总之，对于这个郑旭东，我们还要尽量避免打草惊蛇，找到他涉案的证据。我想设个局，吊住郑旭东。哎呀，想吊到郑旭东，白宇倒是差点成功了。但是咱们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上哪儿去找像白宇那样优秀的女间谍啊？人家有钱、沉着、冷静。哎，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喂，请问是金源市敬老院吗？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原本住在201房的大妈走了以后啊，她那个房间收拾了没有？没走。抢救过来了，那现在怎么样了？啊啊，好好啊，谢谢啊。我去就我去。铁队啊，这个郑旭东可是阅女人无数啊，你除了好好的梳洗打扮，我们得策划一下你跟他的邂逅。行吧，现在细化一下方案。石先生，你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因为我发现你这个警察是特别喜欢骚扰受害者家属。郑先生，你应该理解，别误会，这是我们警察的职责。你说案发现场就你和江丹两个人，我不找你找谁呀？对吧？有什么事你快说吧，咱们里边聊。啊。
郑先生，你这是要出门啊？没有，家里太乱，我整理整理。你到底要问什么呀？就是想跟你聊聊。这咱俩有什么可聊的？怎么样？哎，一句话都别说啊！你身份弄得怎么样了？还差个假名字了。小齐啊，铁队在哪里？我跟他说点事儿。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至于吗你？怎么了？这就是咱平时那英勇果敢的铁城队长吗？我自己画的。那现在电影明星不都这么画吗？我还弄淡了点呢。啊，哎，我问你，你调查怎么样了？啊，就是那个，别挡着。那个我们吧，又找了两个喝空的咖啡杯，送到技术部门已经化验去了。你们俩赶快去盯着去。行行，看什么看？哎呀，铁队啊，不是你俩这也太快了吧？我刚出去多长时间呢？瞅你这打扮的，不是你俩还差什么了？就差个假名字了。嗯。这名字还不好起吗？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行，既然郑先生今天不想聊了，那咱们今天先到这儿。正好我也有事儿，改天咱们继续聊。哎，等等，问你个问题啊，要是你们抓住江南，他偷的那笔钱你们管不管？当然管了，但是如果要找到这笔钱，得先留作证据。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到你的手里，只能等案子了结了再说。别急啊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小姐，在哪高就啊？高就。我不高就。不高就。啊。我觉得工作呀，就是混日子。人活一辈子，就要享受生活呀。对。享受生活。那怎么享受啊？那无非就是睡到自然醒啊。每天下午去会所做做 SPA 啊，晚上约朋友吃吃饭唱唱歌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请便。
喂，我知道。好的，你放心。好的，嗯。放心吧，嗯，嗯，再见，程飘小姐，今天真是幸会啊！啊，今天真是对不起啊，是我的不对，我车开太快了。你真的没事吗？要不要去医院做个检查？不用不用。那可不行，要不我赔你点钱吧。你说个数。瞧你说的，一万够吗？啊，不用。郑先生，你人真是太好了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我身边真的没有像你这么实在的人。只要程小姐不嫌弃，我随时愿意效劳啊。好。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不知道程小姐有男朋友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当然没有了。那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咱俩可以多聊聊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你喜欢打牌吗？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去你家打牌吧。去我家？你不方便吗？我就知道，像我这样的女孩，肯定不招你们喜欢。嗨，哪里哪里，那这样，咱们说定了啊。好。程小姐，请。这样的身价肯定是住惯了独栋别墅的，到我这个小房子真是受委屈了。怎么会呢？小房子也有小房子的好处啊。像我一个人住在800平米的房子里，每天晚上都特别孤单。警察，来，程小姐，我敬你一杯。怎么了？程小姐不喜欢喝酒啊？不是，我只是不喜欢喝这个牌子的酒。那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不我去给你换杯咖啡吧。好啊。哦，你是不是有客人要来？我不方便吧？没事没事，这样，我去看看啊。郑先生是吧？是。什么事啊？您家水费忘交了，已经停水了，麻烦您下去跟我们交一趟。我上个月不是才交过吗？您可能记错了，是忘记交自来水了，交了中水而已。怎么这么麻烦呢？哎呀，没水我可不行啊。那我怎么洗澡啊？哎，你别着急呀，我马上去交一下就行了。那你快点啊。哎，走走走。你等我啊。马哥，小齐，江南醒了，说有话想说。正好，我们也有话想跟他说，你把他带进来吧。是。他哥哥的死，存在的很大疑点。很大疑点？
我只记得我走之前，他哥哥还能说话，还能动。你想知道你走后发生了什么吗？那就需要你的配合。怎么样，队长？搞定了，通知他们立刻行动。他没对你怎么样吗？他敢。程小姐，飞儿，郑先生，你们家连水都没有，我连厕所也上不了，所以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程小姐，你看这事闹的，我……没事儿，咱们来日方长嘛，啊，改天再约。不是，拜拜。喂，我们刚刚接到的化验报告里，证明郑旭东送给你的咖啡里确实有毒。原来他真的给我下毒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只知道，我喝他带来的咖啡会上瘾，隔段时间不喝就特别难受，而且我让小刘帮我带的咖啡都不管用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给你下毒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在想，他是利用毒咖啡，让你慢慢对他产生依赖，从而控制你拿到那笔钱。他说，拿到那笔钱是要带我走的。他对你下了毒，摄取掉一定剂量，足能要你的命。我想，他不是想带你走，是想要你的命。现在你知道郑旭东这么对你的真正目的了吧？阿姨，请进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手机一直关机。阿东，我把钱要回来了。你不会又骗我吧？上次是我不好，我怎么也控制不了情绪，我错了。这次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你来看看就知道了。阿东，带我走吧。行，我带你走。我马上过去找你去。对了，帮我带杯咖啡吧，我特别想喝。没问题，我得好好犒劳你啊。还是老样子吧，一杯咖啡，一块方糖。好，你等着我啊。
我穿的是条蓝裙子。哎呀，我这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最近脑子总是乱七八糟。奶奶啊，我看你是想太多太累了，来，喝点咖啡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累呀？嗯，来，我扶你躺会儿。来，知道为什么我只允许你喝我给你买的咖啡吗？是因为我在方糖里边加了一点药，平时会让你上瘾，但今天我又多放了一点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割腕是最不会痛苦的。这半个小时里，你也不会有痛苦。楠楠，你别怪我，你必须得死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是你杀了我哥。你要是不死，警察总有一天会找到我头上。生还死不了，哥，你很疼啊！我来帮你，以后再也不会疼了。公司的事儿你放心，有我呢。我得感谢你。是你帮了我，帮我夺回了那些我应得的。我爸去世的时候，我在外地上学。我哥趁这个机会继承了全部的遗产，凭什么呀？还说我不务正业，正业在哪儿呢？假模假意的给我一个工作，一点权利都没有，吃个饭都不能报销。给我那点钱都不够我花半个月的。这就是我哥，我亲哥。后来你来了，我就想方设法的接近你，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，是因为你做的是出纳。你傻，你居然还相信。
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别动！程飞啊，我是警察铁城。他就是江南，他杀了我哥，你们抓他呀！江南，你敢下套害我？你喝了我的药，你也活不了多久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这是从哪来的？你自己的东西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吗？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残留在杯盖上的纯咖啡并没有，而是杯底含糖量高的咖啡。没水我可不行啊，那我怎么洗澡啊？你别着急呀，我马上去浇一下就行了。那你快点啊！走走走，你等我啊！真是煞费苦心呢，戴总。郑旭东，你现在应该在看守所里。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把你带到这儿来吗？我们是想在送检之前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在告诉你之前，我想问你，你后悔杀你哥吗？我不后悔，他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一直想杀他。郑旭东，在我们调查此案的时候，发现你哥哥买过一份200万的人身意外保险，受益人是谁你知道吗？是你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？你一直说的那个想要夺走你一切的人，你恨的人，你一直想要杀的人，其实他才是真正疼爱你的人。姐，对不起。别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被郑旭东给杀了。姐，你安心服刑。以后我每次来的时候，都会拍你喜欢看的景色给你看。所有的一切都是郑旭东设的局，这家伙真是心狠手辣呀！他是为了还赌债，啊，满足自己挥霍，刻意的和一些啊做财务工作的年轻的女性，假借谈恋爱为名，哄骗对方挪用公款，啊，那么这回他跟江南也是如法炮制，但是挪用的是哥哥公司的钱，那这里面就有很多法律问题。首先，郑旭东怂恿江南挪用资金的行为，这个就涉嫌了教唆犯罪了，啊，
那么在共同的犯罪当中起主要的作用，就属于主犯。刑法第29条的规定说，第一，教唆他人犯罪，就按照他在共同犯罪当中所起的作用处罚；如果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呢，就从重处罚。事情败露之后啊，这郑旭东可真是心狠手辣，眼睛里只有钱啊，他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同胞的亲哥哥，啊，还有长期下毒毒害宋秋月。那么根据刑法232条的规定，故意杀人的，那当然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也得3到10年有期徒刑。而且呢，这个郑旭东啊，又把故意杀人罪的罪行嫁祸给了江南。刑法第243条说，捏造事实、诬告陷害他人，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可以处3到10年有期徒刑。另外，啊，这个江南因为害怕，啊，手持水果刀误将郑旭东的哥哥刺伤。刑法第235条有规定，过失伤害他人，致人重伤的，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，或者是拘役。现在郑旭东和江南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是各位看出来了，江南呢跟郑旭东是完全不一样啊，他内心呢是个善良，善良的有点糊涂，单纯的有点糊涂的人。他以为啊，他这个爱情就是真实的，为爱情就可以付出一切。他完全丧失了是非判断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爱的人和自己的爱情都过度的神圣化，就是为了爱我可以做一切，其实这就是不理性的。而这样的爱情其实也不是真实的。那当然了，江南在和刘明阳的接触当中慢慢的觉醒了。啊，他也知道一个真正值得他爱的人应该是什么样，啊，他会帮助你去找到自我，而不是让你失去自我。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，我是王小磊，明天见。